超好，第三颗就中哦。哎、欸，那么晚应该没打了，八号。哎、欸，这么晚还是有人打，好，找你们，找你们。我没想到哎、欸，来不及了啦。没想到真的有人打，我要怎么打、啊？哦，卡比受到对面了。Mega X， 哦哦哦哦哦哦哦吼 ！Let me see， 还有极速领域的车手。爆炸烈焰，2014 ，Arsenal， 还跳出来了。尽量等一下用金满果。哦。年轻人不讲武德也知道，年轻人不讲武德。耶！真的吗？哦，当然不是真的呀、啊！爆炸烈焰，骗！好、哦，你要讲台词哦。爆炸烈焰 ，OK， 来来来，我看我的这边蓝队有谁啊？为什么红瑞城都不能玩宝可梦？你都有手机了，为什么不能玩？红瑞城现在是用平板电脑看吗？还是用手机看的？为什么不能玩宝可梦？生日快乐，红瑞城！为什么不能玩宝可梦？佣金慢，佣金慢，美几率比较大。什么？
闪电五连鞭，对，没错 ，two two。哦，大岩蛇，一个一个来了。那关渡地区的宝可梦，大岩蛇有金色的哦，色尾。可以的哈，没闪。哦吼！收藏家的挑战啊！啊，大钢石没有啊？大钢，哎 ，Somebody call me， 超梦，哇，你们好幸运哦，直播可以看到打超梦哦。没有人啦、啊，啊，刚才我在打的时候吧，没有了，还有兴奋一下，刚才的讯号吧，哎呦，又有啊，哦，那又重新加了是不是？17会不会很少人打？剩下17分哎、欸，哦，不错哦 ，Good job， 啊，好吗？还是谁？哎、欸、，Mewtwo 啊，我不能加大家了啦，因为不是我找的。太好啦，我们来打超梦，你们太棒了，这样可以看到直播打超梦。还好我的朋友邀我打超梦，听火焰鸟叫声。哦，新组很多人打。要看时间哦，对不对？那我这个时间有，那我就从下班吧，下课遇到。满了，谢谢阿豪。来，跟阿豪一起打。超梦，看能不能拿到色为超梦了 ，Shiny Mewtwo。All right, two, one, go, Shiny Mewtwo, Mewtwo。看着超梦就想到今天发生的事，哎、欸，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没名字，没名字，没名字。什么事？什么事？什么事？发生了什么事呢？哦，暗影球，暗影球，喷射火焰，不躲啦，不躲，啊，哦，躲躲，哦，你们连续出两次，讨厌哎。那我也连续出两次暗影球，怎样？躲躲，哎呀，我这个招九点多还用哦？对啊，就九点阿豪就遇到啦，阿豪遇到就邀我啦，感谢阿豪，赞叹阿豪。Vivos amigo, cuidado shiny, como estalo？ 增加性别梦幻，解任务就有梦幻了，只要你解任务就有梦幻喽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两年前我解过，好，你们期待这个是 Shiny Mewtwo 吗？我也很期待，那我们一起来倒数咯，五四三二一，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，
那我们还是要把它抓到。我的球怎么卡住了呢？Excellent！ 哦，跳出来了，来慢慢抓，我们慢慢抓，抓个超梦花十分钟，那就十分钟每球都给他 Excellent 还跳出来啊，这 IV 好像不好。Excellent Mewtwo。OK， 抓到了。Great Andrea Oclamado， 看到 Take that seat 咯。Dummy 咯 ，Mewtwo 那咯 ，Michael 咯。哎呀，十万伏特啊，这个就不好了，我们只能卖掉。言说我有女朋友吗？有很多个。哎呀。哎呦，每日交换又来，远距离满了。哎，我还没有换呢，跟叫你们换，我自己都没有换。440是吧？啊，是那个啦。啊，只好卖伤药，用伤药卖掉来换，20个精灵球啦，冒险礼的星星碎片。哦，这次的新品上架，有 YY 的发，为什么讲我台词？以后有直播可以叫我说不讲武德。你看这个是水的口罩，还有另外一个。好，这是有橘色的，这是橘色的，这火的火属性口罩，有水的，有火的，当然就是还有啊，等等，这是喷火龙外套啊，还有草属性的 ，OK， 那火有是喷火龙，看前面是喷火龙，哦，后面很可惜被包包挡住了，那后面是喷火龙的彩色 logo。那这边呢，一样是水箭龟在前面，这外套很显眼、很亮眼哦。后面带有水箭龟，你看隐约可以看到有没有？那是被我的酷奇包挡住的，酷奇包比较好看。那一样呢，这个是妙蛙花，妙蛙花的衣服哦，后面是妙蛙花，这也很帅。如果有真的有卖的话，我应该会去买。我要买哪一件呢？我会买水箭龟吧。也许或者说喷火龙也会买 ，OK？ 那现在你看我今天社群，先跟大家说明一下哈，你们有时候看我的影片啊，影片下方有，如果看完的时候它是随机的，影片如果下方会有说你喜欢上面这个推荐的影片吗？你要一定要按最右边这个最开心的笑脸哦。然后他又问你喜欢上面这部推荐的影片吗？你一定要按哦。然后你就他会收到，谢谢你的意见 ，OK， 再来今天发文的，本来想说问大家，如果今天晚上直播英雄联盟好不好？可是我看大家都是为了宝可梦而来了，所以我今天就不直播了哈。那另外呢，最重要的是在庆祝的季节中公布传说的季节，就是3月1号的8点。3月1号下礼拜一的8点到6月1号的礼拜二。哦，这个蛮特别的哦，持续哦，传说团体战跟超级团体战将会出现新的宝可梦。随着传说的季节开始，某些宝可梦将会在 Pokemon Go 首次亮相哦，像是啊雷电云啊，雷电云的灵兽形态啊，我们上次已经抓过雷电云、龙卷云还有土地云了，这次它的灵兽形态也要准备出来咯 ,OK? 3月1号的早上8点那3月1号呢，我就会去抓他们的神兽形态。什么是土地云、龙卷云还有雷电云呢？请看，来我们看看
哦，不是你按错了，龙卷云，龙卷云，就是它，但是是灵兽形态的哦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这边有宝可梦图鉴，现在的是化身形态，灵兽形态要出现喽。盒子里的龙卷云，还有雷电云。雷电云，我们上次抓的是化身形态，这次的灵兽形态要出来咯。以及啊啊啊啊啊，为什么它不是连续的呢？土地云、雷电云、土地云，那、跟什么啊？雷电、土地云、龙卷云、土地云啊。我要土地云。哦、就在这边了，酷、你看我有今天做一个动画在这边，有没有？上面这个就是雷电云的灵兽形态，左边就是土地云的雷灵兽形态，右边就是龙卷云的灵兽形态哟。OK， 我们再看一次。上面是雷电云的灵兽形态，左边是土地云的灵兽形态，右边就是龙卷云的云灵兽形态哦。Yeah， here we go， 来看看我这边宝可梦，能不能看到？酷，我的封面帅吧？要记得加入我的订阅我的频道，加入我的会员粉丝哦。OK， OK。